绘画的价值在于它的精神性，其实我们就是借用了自然来表现人的精神气息，表现人的人文价值。 In just a short while, Guo finished his work. 有些笔并没连，反正显得活比较有跳动感。这石头也是并没太具体，空灵的一种感觉。这些笔是实的，这段倒是虚的，有松有紧，精神出来了就可以了。先生他有一个艺术的一个自己的理念，就是要追求传统大型油画的这个正大光明的笔墨气象，在当代书画界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一个思想。他主张大写意画鸟画不能小气，要多练书法，尤其是金文、篆书、汉碑，然后再到行草，以书入画更能够呈现出一种大汉之气，一种顽强的生命力的一种气息。